今天呢，我来解答一下来自网友对天津的疑问：天津人是不是都是艺人？一般我们不这么分，天津的艺人叫逗哏，爱人叫捧哏啊。哎，女的是不是都得叫姐姐？没有没有，不用这么刻板。年轻的我们一般叫美女，关系好的男的也能叫姐。哎，天津是不是不分文理班呢？不对，从高二就开始分班，能被分逗班，接下茬再捧班，捧逗都行，捧尖子班啊。天津孩子是不是都会快板？对，别人抓阄我们抓板，别人用奶瓶我们用茶碗，别人要娃娃我们要花篮。这是狮子林桥边有大爷，我们花园公园河边早市，校门口楼道口澡堂子鬼事儿，只要是有人气的地方都长大呀。平时见面就问干嘛去，只要遇事就说去去吧，我们从来都不会说伤人的话，实在烦了只说一句多耐你呀。哎，有人说咱天津人太恋家，看这嘛都有，多出去干嘛？有弯的，有直的，有景色，有夜色。乐乐呵呵的时常，你们捧腹我欢唱，让我笑脸光荡荡，就是绿豆面的煎饼果子，你可别加火腿肠收。